早上的8点19分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只有向前看的啊，绝不向后看，数量级啊，那个、当然牌子都很相符嘛，啊，跟想象中一样，一用位数碰位数的都赚了很多钱。8月11号，今天我们全车用16，你看我们以后的纬度就是这样子吧。8月，A 组牌全车是16。那 B 组牌是二中一，一六碰二三二，1632，你去可以碰一个尾数零尾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也可以去用16碰零尾，也可以用1632碰零尾，做两星，啊，320本钱啊，一次碰个尾数320，两次碰个尾数是640，中奖就是5300啊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啊。啊，全车呢就是用300的试试看，啊，已经第一输两次，啊，300，今天再输，明天就要开始加0.25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策略。